七个区新任的区长高嘉瑜是伫二十号上午来举行，由代理区长高嘉和新任的区长严文水，伊伫咧新年服务八单外，能力强，人个嘛真好，伊嘛希望会使为七个区的民众持续来服务。今天很高兴来就任七股区长，也很感谢长官的赋予重任。那七股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市极西的区，面积非常的大，180几平方公里，所以很多建设在维系很不容易。这边我们希望七股改天因为我的就任可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更进步，也希望能把事情所有的事情做好，地方能和谐。按照过去区长的发展基础，这个人数充分了解区域的情况，还有民众的需求，让区政跟市政可以密切的结合，以动力心和关怀的态度来解决问题。前几天，我们知道说，区长要来我们这个服务，我们已经这个区，包括我们公所也好，我们里长也好，已经引颈期盼等足久的，希望说，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区最近几年来，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建设，会来这个区来推展，所以说，一直希望说有一个需要我们一个非常有沟通能力、政通人和经验丰富的区长来带领阮这个区，会当来共同来拍拼。区长嘛，将会善用地方的资源，负责规划甲执行各项的政策，和市政会当顺利的推动，成为市府甲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。陈区长赞不赞？赞。咱的新闻台选七个采访报道。